掉了。哎、欸，加油加油，你还有四分半。其实 Lightning Talk 是那个大家跟手投影机还有流屏的那个。那这个社群不是 Mosbaga， 然后两周一次会开放原始码的一些讨论。接着呢，我们有一些议程，这个是看不到的。然后还有 HPS 呢是一个有点名，然后有以读书分组啊，然后还有演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group， 大家也可以去找 HPS 台南读书会。那接下来我要讲主题的就是那个牛肉汤。然后牛肉汤弹幕注意，就是如果你有吃素或是不吃牛肉，你可以直接闭上眼睛没关系。那我要这么谈牛肉汤，是我最近在执行的一个 project。然后我们希望谢谢，要有人工举牌。我们希望能够评比牛肉汤，然后目前是快要到100家了，然后感谢一些媒体的关注，然后冬天就不用看了这样子。然后呢，100家的时候，希望大家麻烦帮我们推广一下这样。那我们有一些店家资讯呢，那因为这是讨论 data 嘛，所以就那你要等 serve open data 吗？那宇昌讲 JSON 讲，因为我没有听到 JSON 讲，那工程就是要解决问题嘛，那我们如何解决问题呢？就打 JSON 就好。他说哎，自干，好，自干。体会到一件事情，就是靠网友要等待，靠自己好自在，靠政府最无奈。什么是牛肉汤呢？那牛肉汤不是牛肉面，牛肉汤也不是牛肉汤面，那牛肉汤到底是什么？牛肉汤更不是牛肉茶，所以要定义一下牛肉汤是什么、啊。牛肉汤就是台湾牛，然后用现宰，然后还有清烫的方式去熬煮的一个特殊的台南专有的料理。然后呢，台南你会看到一大堆牛肉汤店，就写牛肉汤三个字。然后呢，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汤头，还有肉燥饭啊。那肉燥饭我要跟台北人讲一下，就是肉燥饭还有甜的跟咸的差别。所以如果你来台南的话，一定要吃甜的肉燥饭。然后我电脑有点失控。然后牛肉肉燥饭更是稀有中的稀有啊！如果你有机会吃牛肉燥饭的话，一定要好好享受一下这样。那我们会配那个姜丝跟酱油膏。一分钟好，我来得及的。然后我们在台南三餐都吃得到牛肉汤，除了周一跟周二。我一定要把后面停久一点，因为有很多人周一、周二跑去喝牛肉汤，拜托不要这个时候来。然后推荐几家牛肉汤，就是这一家啊，这一家啊，还有这一家、啊。喝完牛肉汤，你就会像肚子一样飘飘然，很爽亮。然后我们有部落格，我们有地图，然后我们还有比较表，目前有肉质、汤头、肉燥饭、白饭、服务态度、酱油膏，全部都有比。然后呢，我们还有宵夜文专业，然后上面的都可以不用管，你用安卓手机帮我们抓一下 APP， 上面的东西都有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的那个 APP 的里面的东西就是根据你的 GPS 位置跟你的好吃的程度来做评比的。然后开发工具就是最近很夯的 Web 的东西这样子，然后遇到很多的困难。那到台南，如果你没吃牛汤，你绝对会后悔的。然后一起来台南开源读书喝牛汤吧，谢谢大家。